用比较干的墨来洗。好，看一下哈，来。哎好，快来哈，嗯，好呀。这样，嗯，好，它这样而已哦。淡淡风，好，淡淡风 ，P E， 就是多于一个字的意思。坐，这样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这样过来。笋。嗯嗯。鱼叫。这个你就是要写紧一点的，嗯，不可以写太宽，你写太松了以后就不好写。嗯。然后再过去。唇语中，这样，嗯，好，万峰，冷翠，真是美，真是美，是的。更多的不是用这些很大的字，淡翠，嗯，再来是正，好，正三。仙女炊烟，笑。什么是人？
好，试看一下啊，用这种方式写。刚才你在说的那个边，哪个边？边没有。边的边。哦，边在后面，后面一页，对。多一个。那宝盖头的左边，它是一笔下来的。应该是这样一撇，然后它一个弯，干嘛？是，可以写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有可以有争议的哈、哦。嗯，这样过来就好哈、哦。它有点模糊概念，就是这样过来就好，对吧？过来，好，这样过来，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